是不是想啊？是，我现在啊，我不要，我现在你要啥？急，急有点急，来，接着喝，喝，这就这儿吧。罗刹街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 地的。 而贾总督查街，就是刚才你们看到的那条街。而我，就是那里镇魂匣。你问我为什么成了前任，而且看，全都是因为群英殿的意志。怎么？大姐头，曹彦兵自在羽林街杀人毁尸之后，神出鬼没，实在狡猾得很。 几个月过去，每次都只会说这些。我将月夜令罚，罚你，罚你有什么用？你是不明。说。本来玉夫，可经过调查，此事是南玉夫入侵隔壁，曹彦兵杀的，本也不算过错。李姑为了一个南玉夫，就值得让林玉这么大费周章的命？林玉就是镇魂街，接上住着灵界的云。 这些人自古进入灵域掌管，镇魂街之所以为侵蚀离人的意志，将其异化成恶灵。人类中一种叫侵蚀人的躯体，他们体内的元神之力能令守护元神的独立形态，用其战斗。林玉请这些人来镇守，同时默许他们可以将人界食物带入灵界，而我们镇魂家。没错，那管教的镇魂家，林玉的人郭，让他下地狱了。你属下一定加紧搜寻，争取早日捉拿曹彦平。 足够强大了，才能守护你想守护的人。再两百，去。做了好几个礼拜呢，不许嫌弃。总之，生日快！嗯，项链好看，谢啊。 老妈很高兴我的心，不过呢，比起保护我，亮，保护好罗刹街。这是当然的，小亮，还有罗刹街，全给我保护。老妈相信你。
但这是我该做的，是怎么回事？忙了。小曹将军，日子你哥曹彦斌也该回来了吧？剑这么厉害，一定能找出一个比跟在我后头更聪明一点的证。据我所知，你们兄弟俩父母双亡，如今啊。你哥变成通缉犯了，下落不明。我们兄弟倒无所谓啊，接着等就是了。哎呀，这一个人呐，姑父的话都没有，小小的年纪，未免……我怎么样？不干你们的事，我不赶你们，是我。但这并不代表我被惹烦了。我说你这十几岁的小娃娃学，我们可是群英殿的人，拍死我！与林间杀害镇魂将吗？我看你们才是是非不分，颠倒黑白。敢接我们群英殿的通缉令？不给他留着过年吗？整个罗刹贴到人家家门口的，存心恶心人是吧？我就是存心，我了解了，姓姓人的一块抓我。别在这狗仗人，甭接管。想抓我，来人界抓。用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！你们那里不只有他哥哥，还有我这个姐姐，他可不会一上通缉令，给我滚出罗刹界！今天放了一跑。这个可是我在网红店买的，排队排了好久呢。居然还记得我的生日？你的生日我当然记得了。嗯，人家的东西这么好吃。嗯，好吃吧。啊，漂亮。你哥都没跟我说过，你岁的时候我爸爸就过世了，我妈妈也走了，从那以后都是我跟哥哥相依。小亮，其实我对这些都没什么印象了，这些事情都是在我和哥哥说起。待会儿接师怎么了姐姐？哥哥的话怎么可能会让你一个人过生日呢？怎么是一个人生日还帮我挑选了群英殿那帮人？这段时间那些人他们一碰硬约去坏了，你帮我揍了他们，你可太姐姐我可是跟你哥打过怪的，以前你哥救我的次数就算毛毛雨。哎姐姐，他没跟你联系吗？也不算完全。那会儿给我发过一封言明信，叫我看好罗刹，后来就没有回来了。真是的，不跟我联系就算了，跟你这个弟弟也行，因为要回人界忙着毕业的事儿，就跟你哥分开了。没事儿，我哥不回来才好呢。群英，我有姐姐你陪着，已经很开心了。嗯，你哥哥不在，这蛋糕全吃完。嗯。姐姐，连周末都没有。哎，社畜不配有周末。生日快乐，照顾好自己，都过一阵子来看你。拜拜。小亮，还认识我吗？啊，咱们都多少年老街坊了，两年不见，啥？是啊，文武叔，不是你生日，这西湖街跟罗刹街相邻多年，怎么不得表示一下呀？啊，文武叔您太客气了，你还是收回去吧。你这小子啊，不如进去，
更何况我们是一家人的啊，可心的啊，叫上你哥，咱们一起好吗？咱们一起庆祝庆祝啊。我怎么去叨扰你啊？况且我哥这也不在啊。算了，我们再一同上门拜访你。你哥不在啊，这份礼物我想就更美好。王猛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要什么？出来吧，不用藏了。带的人不少啊，就是一当先。这副礼仪当先，你哥看看啊，哼，你哥呢被通缉了这么久都没有人知道他在哪，他就藏在这罗刹街，既然你哥不在，归我了。早就跟你说了，做了镇魂将不能心慈手软轻信他人，贼眉鼠眼不像个好人，也就只有你会上。他长得很帅吗？风妙鱼，这没想到还带了份礼物，好好回礼。不是两个，像老子一共有七个，给我上！风飘雨上！叶薇，送小亮回去，我来接。装神哦。
彦斌，这次。老妈，老妈，老妈。